真的看不出来。我们再来，现在正在录影。妈妈在你的手里面很温驯呢。在其他地方很凶猛吗？不是，我帮他弄的时候，他就没有那么，可能是我的手法也比较粗糙吧。你每次动的幅度比较小。我的幅度好像，感觉上我的幅度比较大。擦一擦，好，擦一擦，给我擦干净了。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刷牙？我妈妈最喜欢刷牙了。刷一刷好不好？刷干净。咬住，刷到这边的话就会合起来了，然后就有头感应，轻轻的，好，轻轻的，我看一下，我看看，刷下面它就还好啊，刷到这个上面它就，这边就咬住，看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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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轻轻的，应该是这个啦。怎么了？那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状况？一个是牙周，啊？没有扎到。说了，然后他那个牙齿有点露出来，所以他应该是，就是比较敏感。擦一擦，擦干净哦。好，擦干净哦。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扶着，扶着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婆婆啊，对，好棒！有没有他那个牙齿露出来了？那个金牙上面那一段露出来了没有？对啊，那个就会比较敏感，然后他的牙周比较红。牙齿边边比较红，然后他这颗有没有黑黑的？你从下面看，它其实里面是黑的。所以我猜他可能。牙齿在比较敏感，对，你看下面的
牙周就还好。嗯哼。就我看一下哦，看这边，看右边呢、哦，右边看一下哦，其他的地方牙周还好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好，打开啊啊，有没有其他的？这边这一颗也是黑的。嗯。它那黑的好像之前就黑了，不是现在黑的。嗯。嗯，然后那颗就黑的范围比较大。好、嗯。有可能会比较敏感，或者比较痛。嗯。这边就还好。嗯哼。这个。这边就还好。然后这边的都。马上皱眉头，嗯，就比较这边都还好，上面的时候就比较紧张，擦干净啊哈，擦干净就好。就是吞的意思吗？对。有时候我给他按摩的时候，他的小舌头会动，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舌头还不，今天舌头还不错，今天他就舌头会推，然后就会翻。我是说他的小舌头。小舌头啊，就是那个、oh. 哎，小舌头只会动。你是说那个悬雍垂啊？嗯，就是最后面的那个、oh, 对。我已经发现好几次了，在他很僵硬的那个。那个肌肉的地方，把它按摩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小舌头会不自主的颤动。可是我好像没有，很一致性，就是说，并不是每次都会。就是偶尔会这样。
降退是什么意思？就口腔内膜，看到嘴巴微在吞。哦。嘴巴在动动。感觉有一口痰哦。以前的人没有抽痰机，好像以前看文章，好像是母亲如果说小孩子有痰，他好像是用吸的。以前的文章里面有这样写。鼻涕吧，吸鼻涕，用嘴巴吸鼻涕。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只是有一个很模糊的印象。为什么你这样认为？就是啊，因为，比如说他现在有痰，他就会咳，咳了肌肉就会动，然后或者是身体里面其实就会做一些动作、运动，然后所以就是多多少少他的那个肌肉还有在收缩。或者说他还有在出力，身体还有在出力。然后如果啊，那痰就马上把它抽掉，然后他就完全都不动。然后那到后面他的身体的那个咳嗽啊，那个反应就会不见，就会变得很钝。对，然后他就后来他如果有痰，他自己也咳不出来。如果他还有自己还有在咳嗽，或者是他自己就是还有还会稍微咳一下，就原则上还是自己咳比较好啊，自己咳也稍微比较就是可以比较干净比较完整这样。对，他抽痰有可能就是抽有些角度抽不到，对，然后所以原则上他如果自己还有在咳嗽，我们就让他咳。然后他除非有一些人是那种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自己咳那种在抽痰，所以我妈的情形是可以让他现在咳他现在自己还有咳还有什么的，然后他原则上东西有的时候咳个几下还可以
以咳干净，他刚刚咳一咳还有在吞，然后所以原则上他自己喉头的有一些功能其实还有，对，然后所以就可以让他自己先咳就好，那抽痰次数可以不要那么多。他如果一大早起来啊，就是喉头比较干，他痰咳不出来，或者是嘴巴比较黏，因为痰比较黏，就沾点水，然后一样给他擦一擦，擦一擦，沾点水，擦一擦，沾点水，擦一擦，然后让他就是那个痰或者口水不要那么黏，然后他就咳就比较咳得起来，比较咳得动。有时候我那个反抽的时候，觉得有抽到那个痰。黏黏的一坨，黏黏一大坨，对对对，不，那是之前呢，现在比较少看到。啊，抽到那个是没什么关系的，因为它就是，痰不管是吞下去还是把它吐出来都好，比较怕是塞在中间，对，然后它如果塞在中间，会影响呼吸，就比较危险。像他吞到肚子里面。棉棒是放在舌头上面是吧？对。啊，这样就可以让它比较好咳。没有，通常来说，嘴巴动一动，嘴巴动一动，就是这边动一动，这边肌肉动一动，它东西当然就会比较容易排得出来啊。嗯。它主要是就是让它整个呼吸道跟整个口腔、咽喉那个地方动一动，动一动。如果说中间有东西的话，就比较容易排。你有没有注意他现在比较少流口水？嗯，嘴巴又比较紧。嗯。他有时候会把下嘴唇好像含住这样。我听过一个演讲说含下嘴唇不知道是什么症状，什么现象，但是我忘记了。他之前下嘴唇很松，那有时候又很紧，好像他刻意把它咬含住这样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